林大輝中學為傑出運動員包括多個奧運獎牌得主舉行頒獎典禮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校監林大輝陪同下朝早參觀學校，之後到禮堂出席頒獎禮。得獎的林大輝中學舊生包括東京奧運花劍金牌得主張家朗、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銅牌得主劉慕常等，表揚對體壇貢獻。校方又將一間課室命名為張家朗課室，表揚他傑出體育表現。林大輝中學自2015年開始參與體育學院夥伴學校計劃，為年輕精英運動員設計高彈性配合全職訓練的高中課程，至今有120個學生參與。